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做紫薯地瓜烙，外酥里软，原汁原味，非常的好吃。首先准备适量的紫薯，去皮切成小丁，感觉切得太大的可以再改刀把它切小一点，尽量切成一厘米厚左右的样子。然后放入牛奶、面粉，分多次放入，最后搅拌成像这样的黏糊状就可以了。把紫薯盛入漏勺里面，摊成圆饼，家里的圆形的漏勺更好用。放入锅中，炸至定型，稍微多炸一会儿，让它更凝固。然后用勺子将其刮下来，稍微用一点力，很容易的就能够将其刮下来的。炸至两面微黄酥脆，捞出控油，感觉甜度不够的可以再给它撒上一些白糖。这个地瓜烙看似油炸的，其实它不是很油腻，因为面粉少，它不会吸很多油在里面，偶尔做来吃吃解馋是可以的。